我们下一关也是在这边，他要玩那个小熊 DIY 活动，所以我们现在去那边挑一个你想手做的熊。哦，这么简单 ，DIY， 对对对，可以带回家的吗？可以啊。哇！挑前面这两块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。辣椒肉桂卷，肉桂卷，对，辣椒肉桂卷。那我要，我要苏打奇。哇，哎，可以挑重复的吗？我们挑一样的可以吗？对，全网的都行。我也要选。我想要。那我这个好，现在大家都已经选好自己想要的娃娃了。是的，那它其实是可以重复选，所以许梦哲跟我是选同一只。对，你们两个选同一只，我们三个，三个选同一只。好，然后慈妹，你那个娃娃做完是要送给谁？就是我自己要的，不是要送给刘俊豪的。刘俊豪，刘俊豪是跟你们解释一下，刘俊豪是富邦悍将的一位选手。然后呢，他在上个礼拜拿到了单场 MVP。然后在最后做那个 Hero Interview 的时候，在访问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他超喜欢慈妹，所以慈妹也过去颁了一个奖项给他，两个人来合拍一个爱心，他两个人脸都超红这样。那个签名什么？我的毛巾。毛巾，签名毛巾。对。啊，你就做好送给他，他会很开心。好，我问一下他喜不喜欢紫色，好不好？没关系啦，只要你送他，你送他都OK啊。而且你这样抱过了之后再送给他，哦，他以后打击的时候他都会先把这个放在身上。他背在后面，背在后面，是不是？他希望他可以再拿个可能很多场 MVP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样选好了。OK，Go。我们现在桌上每一个人拿到都是我们刚才选的小熊的皮。皮，哎，只有皮。腿。可是这一关是 DIY， 我们要怎么样？对 ，DIY， 那个有教学的老师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在哪里啊？哇！最大的小熊博物馆，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小熊博物馆的手作 DIY 教室。我是你们今天的老师 Eric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手上是不是都有拿到自己挑选的小熊？是的。对。然后我们还有一包85克的棉花。对。对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小熊的一个工具篮。对。那我们的工具篮呢，有三个道具，一个呢是我们的竹蜻蜓。竹蜻蜓呢，因为我们小熊的手，它的手臂它的洞口会比较小一点。所以我们稍等，我们在做填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竹蜻蜓去做一个辅助，把我们的小熊棉花推到我们的手臂里面。好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小剪刀，因为我们稍后呢，我们会做一个收线还有剪线的动作，所以需要用到我们的小剪刀。第三个道具呢，就是我们的小梳子，因为我们稍后呢，我们可以帮我们的小熊做整理仪容还有梳梳毛的动作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翻到我们小熊的背面，大家我们看到我们小熊背面有一个小洞口。有，那稍等呢，我们的棉花呢，就是填充到从我们的洞口填充到我们的小熊的身体里面。还有呢，我们有一条线，这条线非常重要，我们称它呢是小熊的三千烦恼丝。那为什么要叫三千烦恼丝呢？因为我们稍等老师，应该是三千烦恼丝，三千烦恼丝，好，好，谢谢。你怎么可以纠正老师王同学？你就是这样在学校不得老师喜欢。对，大家听我这边哦。所以稍等呢，我们千千万万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三千烦恼丝。我知道。老师讲的，他其实想讲诗，但是他有点绕喉，所以我们稍等，不能把我们三千烦恼丝啊，老师是三千，不是三千，三千烦恼丝一起塞进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不然我们稍等，我们做收线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熊啊，他可能会烦恼太多，他的脊椎会不小心侧弯，那我们的小熊就要进到我们的手术房里面了，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一点。那我们在拿到正面的时候，就是由我们的手、头、肚子去做填充，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哦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看到我们的棉花？对，它的下方会有两个缺口，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棉花做打开的动作，开，现在吗？打多，对，现在可以打开哦。打多大？就整个都打开，有缺口的地方我们把我们打多大？好，那我们稍等，我们在做填充棉花的时候，我们记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要把我们的棉花失松。哦。对。
老师，请问要到多松？我们松一点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稍等填充到我们小熊身体里面的时候，它的油花分布会比较均匀一点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油花分布。哦，那我们油花分布均匀的时候，我们小熊的脸它就会比较圆润，它的肚子呢就会比较圆滚滚的，就会比较可爱。哦，那我们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拉我们的三千烦恼丝往后拉。拉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做一个收线动作，要打两个结。好，那如果我们都做完以上的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小梳子，我们就要帮我们的小熊做一个整理毛的动作。好，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没有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我们做完之后，要记得给我检查哦，因为检查完我们才会给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小熊专属的合格身份证。好，拿到身份证之后，我们就完成今天的 DIY 了。OK， 大家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 ，Let's go。老师，等一下。哎，师妹说她喜欢你身上的那一只，喜欢的这只吗？那我在这跟你换吗？耶、yeah, 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她一直在那边讲说，那只好漂亮，那只。老师，我也要你那一只。我现在手上只有这一只哎。一只二折一。对啊。哇，老师，那你要选两个，你要选谁？哇，那我们猜选好了。没关系，老师，我也喜欢我这只。好好好，好，大家开始做吧，开始做喽。哎，可是这个在计时。算计时的吗？已经开始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是 DIY。你不能，这个没有计时吧？你不能偷按哦、喔，你不能这时候在计时哦。哎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手这样塞好要塞多满？要塞到很硬吗？就手其实跟我们脚一样，我们可以摸摸看我们的脚。我们手的软度跟我们脚差不多就可以。那我这样是不是差不多？真的差不多的，非常好。这个手指好了。这个有点壮，你这个肌肉练得有点多了。多了吗？对。老师，你是不是喜欢花花？你身上花花比较多哎。有吗？老师羞羞脸，不是每个人都差不多吗？老师喜欢花花。老师，我可以借一把剪刀，我要帮他剪脐带。老师，我的也差不多了。对啊，这真的超像在剪脐带的。老师为什么他有剪刀？毛记得打两个。你的还没啊？完成了。脐带不是在前面吗？没问题，还可以。我的身份证，老师，我可以拿起来了吗？合格身份证，完整了。我帮你拿掉。谢谢老师。老师要拉很紧吗？要紧一点哦。越紧越好。对，好，没问题的哦。直接拉吗？是直接拉吗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出生证明。好，直接拉吗？是直接。哎，老师，老师，出生证明。老师，我怎么拉完它就变这样了？你整串拉下来了。太大力了哦，要做手术了，对，要做手术了，要再做一次缝合手术了，谢谢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我的老师，我的，他很痛哎，没有，我轻轻啊，他就跑出来了耶，轻轻我的名字呢。老师检查完才可以，才会发身份证哦。那我们就可以做拉线的工作。老师，那我怎么办？屁股这个结会在屁股有一点点，没关系的。对，会。只要结，打一个结就好了吗？打两个结，两个结比较安全。像这样。哦。可以，这没问题。OK。是不是会缝纫的人？谢谢耶。老师，然后要剪到哪里？就剪到我们这边。OK。谢谢老师。没问题。还有我们的身份证。耶、yeah, ，谢谢老师，耶、yeah. ，姐姐妹妹，他是男生，我们是女孩，可以可以，耶、yeah. ，好，谢谢 ，yes， 谢谢，老师，我的好了，老师还有我，没有，好，那你要打两针，打两针，不用检查，对，好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我们的身份证这边，对，谢谢，紧张，早上好，2023。OK， 没问题。26，26，有身份证。4月。为什么你们有比呀、啊？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位。老师好了。借我一下哦。所以即便我们做一样的熊，也可以搭配成不一样的。对，没错。对。我们的身份证。哦。耶、yeah, 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师，那我们都做完了。好吧。你身上那些贴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喜欢把大家贴在我身上。就这样。就是这样。没有什么任务。可不可以？那时候好帅、啊。谢谢老师，老师辛苦了。老师辛苦了，谢谢老师。你这衣服就看不到了。
知道了。哦。现在要进行认不认真随堂测验，来发考卷，先不要打开哦。要考卷。先不要打开哦，先不能看哦，一个一个哦。然后要请大家作答，每一题答对，演绎时间可以加一分钟；答错或是空白没写，要倒扣两分钟。哨音响了，计时器就会启动，写完交卷就暂停。哇，人家考试都是答错只有倒扣一半而已，没有。这个学校不一样，是个人赞。OK。交卷暂停了哈，来计时，倒数开始，计时，倒数开始。啊，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这对预报人不公平。好难哦，谁要有去计算啊？刚刚谁是第六个跟老师击掌的？太夸张了！太难的啦，谁会记得啦？等一下，我们有几个人？十个。谁知道我们谁记上啊？他明白我们死就对了，是超级难，超级难的。我确定的有三题，不会的有两题，那我答题完还错哎。我只有最后一题不知道答案，其他我。哎，我们大家要不要全部统一答案？好。要做全部一起做，一起磨，不然就会很惨。我觉得不错哎。个人赛，这样只会帮助到分数高的人。哦。对。而且这次是有机会8000元嘛。哇。哎，不是每次还有机会而已，又不是直接拿8000元。对吧？放弃了。谁的照片最少？因为写错或不写都是扣的，都是错啊，那就随便的啦。军军交卷，我也交卷，交卷，孟泽交卷，交卷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扣的啦，这不用想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同学在作答，还有同学在作答，还有同学在作答。那我都忘记了，为什么每次我都最慢？这样做快了0.1秒。加油，再0.1秒。其实错个两题就4分钟，三题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少的徐孟哲现在剩多久？这是交完卷的时间。你剩6分39秒哎。啊，这个交完卷的是交卷好。哦，对哈，还有刚做题时间哎。对啊，你6分39秒，你完蛋了。所以我只能做题时间，交卷才暂停。哇，所以你六分只能做三题。好，来，现在来公布时间喽。正分的才可以吃东西。正分哦，就是正分哦。有五位是加正分的。哇，他这其中有一个还满分哦。满分？满分也太强了吧！这位同学就是秀琴姐。哈，满分？不满分？什么啦？我你闹科研班啊？最后一个叫的他满分。哎，小军是像啦，写错了，没有错啦，小军有小军啊，没有小军，没有小军啊，军军啊，他是军，他有一个山，没有啦，不认识他的名字，山军分开写就变小军了啦。小军竟然丢，那结果最后一题是谁？张秀清啊，姐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把签名栏误以为在这里？好，那有另外四个人是正分。接下来四个正分的，再来是孟哲。哎呦，孟哲正分哦。啊，我就是最后一个，我只有印象第六个好像是走到你们那一桌。对。但我就一直觉得他好像还没好。顿三题就没正分啦。对。对啊，对啊，就会扣分。所以一定要对四题。要四题都对啊。那我没搞。再来是。仁甫同学，我也是最后了，我最后第六个，不确定，前面四个我都确定。再来是王慕言同学，谢谢。我们今天错最后一题。再来是君君同学，耶！这一关瞬间风云变色。再来是扣一分钟的花花，我怎么倒扣一个？耶，谢谢。只有一个倒扣一分钟啊。算是错两题，倒扣一分钟哦。鞋子同学、小兵同学扣一分钟。哦，哇！俊宝，
接下来这两位就是扣四分钟了。哇，四分钟扣很多哎。对，十内扣四分钟变多少？十内跟谁啊？ Jerry 啊，你还好啦，十内还有十一啊。他们刚刚都是多的，他们是最前面的两个。那好像影响不大，影响不大。那大家现在的成绩又变得差不多哦。秋金姐加十分钟变二十二分钟哎。那是很夸张。秋金姐今天五分钟了，他加五分钟。哦，五分钟哦。天哪，就这样乱看乱蒙的也让你用到地狱。那也不要加。他待会还要再加一分钟哦。他还要再吃东西啊？是加完。这活动又不一定常常有。又没有啦。哎，我终于赢了，所以前五个正分的可以吃东西。对，五个正分，正分钟的吃东西。这是这边提供的苹果红茶，还有彩虹蛋糕。哇！来，请用，请用，请用。下午茶，这是什么？苹果红茶。才刚讲完，有没有在录影？没有，很开心。因为我要看下面啊。刚刚怎么可以？哎，没有哎，没有字哎，没有。哎，我呀。这苹果好香哦，苹果坏，苹果加了吗？我觉得应该没有哎，我觉得应该在这个纸的下面。苹果，苹果加茶类的饮品基本上都蛮好。会不会在蛋糕里面？真的没有哎。会，其实蛋糕里有一个纸跑出来。对，刚刚 DIY 那个就是加的，所以当烤就是加的。当烤就有加分，所以这个没有再加分哦。可是你答错要扣两分钟。好，我知道。最后搞不好赢的人是秀清姐。嗯，我觉得他第一名啊，他第一名啊，而且他是远远把我们放在后面，他的时间多很多，十七多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感觉像是中庸公的，但是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所以没有，我说不可思议是我就是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你竟然敢说张秀清这个演艺圈的前辈庸公庸公？我是说。许梦哲，这是老天都有在帮啦。许梦哲就是吼，就是有时候会有莫名的胆子。你看以前你们在主持那个完全娱乐，然后那黄秋生来节目上，他直接叫人家说：“哎，秋生。”不是，是因为你叫过他秋生哎。你那时候才几岁，你叫人家秋生？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跟周杰伦来宣传《头文字 D》，然后他们有一个见面会。然后我就说哦，当天会有杰伦，然后就很顺的就讲了秋生，在我现场跟他见面，然后他就突然很大眼睛瞪大的看着我说，除了我妈以外，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对啊，他想说有那么熟吗？秋生啊，好，这一关结束了，啊，拼一下，拼一下，加油，加油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魔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，